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凡。前段时间，萧敬腾在电影节闭幕式上演唱的《男儿当自强》是彻底把我给整懵了。这一句一甩的尾音，这累到断气的唱腔，听完我感觉已经要窒息了。看来这乐坛真不是好混的，就算是有实力的国家队歌手，一不小心也可能有翻车的时候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都有哪些实力歌手翻过车吧。是林志炫的唱功在乐坛可是数一数二的，但谁曾想一次舞台上演唱歌曲没离开过时，却因状态欠佳，在短短60秒内破音不下10次。像是次次考100分的好孩子，一次考不好全班记你一辈子。网友们纷纷表示关心，希望就算是实力再硬也要保护好身体呀。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。当我溺水行舟，你在我左右，说到破音，有些人破了之后却还能得到导师的认可。当你奔赴而来，你就是星辰大海。不好意思啊，破音啊，但一破音他好像就是动了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向你奔赴而来，你就是星辰大海。记得2017年郁可唯在我为歌狂的舞台上用一首囚鸟发挥失常吗，让台下嘉宾也吓了一跳。后来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实力，还多次在现场重复演唱了这首歌。囚鸟，求你了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。就算王宏伟这样的男高音竟然也有翻车的时候，在一次演唱通俗歌曲《想你的夜》时跑调破音，真是看得我们又好笑又心酸。这隔行如隔山，还真不是瞎说的呀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